刚才去给同事们买了些零食，主要是饮料了。然后这才下午4:40，然后天就开始黑了。我再晚一会儿出来就黑完了。现在我们回家，我的车的风扇坏了，所以整个暖气系统就不工作，然后车里冷得跟冰窖一样。今天晚上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风扇修好，尽量把风扇修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是我这个频道的第一支影片，所以我要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是冰，目前生活在法国。大家可能从我的外表上会对我的性别产生一些疑惑。没错，我是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别者，目前刚开始进行荷尔蒙的干预治疗。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来开始这个频道，因为后续会有很多很大的改变，但是这个项目已经拖了很久了，我不能再一直拖下去，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开始发布视频，而且展现一个更真实的自我，也更符合我的频道风格。那么这个频道的内容呢，将会是以 vlog 的形式为主，内容的方向呢，将会是一些lifestyle 的东西。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呢，我个人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对生活和人生也有了更多深刻的看法。我自认为找到了一些面对人生的正确的心态和一些小智慧，我想借由这个频道分享给大家。当然我不是一个开悟者，也不是佛陀，但我还是想尽我自己微薄的能力来给大家带来一些正向的能量，让大家能够以一个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。当然了，我不会讲一些长篇大论，这个频道的主要内容还将会是以vlog 形态的好物分享啊，健康饮食啊，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测评为主。我个人并不是一个爱到处旅游的发烧友，但是毕竟生活在法国，这里也有很多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可以分享给大家，所以旅行也将会是这个频道的一小部分。那么好吧，这就是我的开场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的话，欢迎点个订阅支持一下我。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OK， 这个车里的风扇前两天捣鼓了一下，用那个 WD40 清洗了一下，然后我用电池试了试，它有反应，但是不知道最终装到车上会是怎么样。我希望能把它修好，因为明天就是周六了，然后周末真的想开车去山上走一走。风机的总成已经组装好了，现在咱们去把它装到车上试试。今天只要这个风扇能转起来，那么这个周末就将会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周末。搞了半天还是没有修好，它就是不转，怎么办呢？只能赶快下单买一个。其实我正在纠结到底是买一辆新车还是就开着这辆。这个周末我得找时间好好分析一下，看是留着这辆车然后继续往里面投钱维修改善它，还是买辆新车。
星期六，我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，或者说利用了一上午的时间，收拾了一下卫生，刷了刷碗，然后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。那么昨天买的这个汽车上的风扇到货了，我准备下去给它装上。如果能把空调系统修好呢，基本上我这个车就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，以后就可以放心的开车出去浪了。 OK， 刚刚换了一身旧衣服，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工作了。咱们现在就去车库。又突然开始下雾了，肉眼看起来的亮度呢比拍出来的亮度要高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也还是昏昏沉沉的。 OK， 刚才去装的时候才发现电机的接口竟然和那个原装的电机有点区别，导致呢我又坐在地下室里捣鼓了半天，又得重新给它接一下线，然后还要把这个继电器给它用那个束带给它束到上面。总之吧，捣鼓了半天，希望它能用。现在给它装上去试试。OK， 今天是星期天，天气不错。一周前的这天，也就是上个星期天，我开着我的小破车去了一趟山上，然后发现特别特别危险，我就回来了。因为我当时一没有雪地胎，二空调又是坏的，挡风玻璃内部还结了冰，导致我完全看不到路。我打了双闪，然后开了车窗才看得清路，然后我就半路折返回来了，没有去散步。我利用我超强的执行力，在星期一就买了雪胎，星期二就给它换上了，之前也买了空调力的那个风扇，这个周五到的货，然后我昨天给它装上了，发现还能用，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，咱们待会儿出去试试。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，再过一会儿天就要黑了，趁今天真的是天气还挺好，然后现在还有太阳，咱们赶快开车去山上走一走。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，但是我真的不觉得我会再重新开一趟这趟路程，真的是太危险了，尤其是后面的车老贴着你，让你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开快一点，还是他就喜欢贴着你呢？
45度这个坡。竟然有风，上面这么大，快看，前面已经到了。看这是什么？哇！我刚才从停车场上来的时候，一共也没用得了20分钟。上面竟然写要50分钟才能到停车场，咱们试试看。